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麦茶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H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好对，久不见，好久没有做做 reaction reaction video video，了。yeah。好，因为我们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，说我们要做一下 reaction video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耶，准备好了好，Let's do it！，Go！哦，耶，好期待哦。对，Let's go start。Yeah, here we go。哦，on 这火的 fire，时候。对。什么情啊，况？哇，流血，对，他是用手去，哦，这咋了？这些人他们都比较惊恐，对，他们惊恐的那个神情，这什么情况？血，带血的手，哇，还有剑，这什么情况？剑上还带了血，对呀，这什么情况？对，这妈妈，妈妈流哇，这妈妈怎么了？就哭了哦，因为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战争啊，死亡。就挺恐是怖的感觉。生命的结束总是伴随着生命的诞生。哦，你看，有点像狮子王的那个情景，举着那个小狮子。音乐，yeah, 节奏 BGM 不错的。这，哇，他们应该是有。哇，这女的哇超强，哇，动作超。对，女侠客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啊，他们又在一起了。刚才有那个 eye contact。其实我感觉这种宫殿挺壮观的。对，它有点很壮观，像古印度的那种建筑，很雄伟，很壮阔。血腥，对，你能看到那个肌肉的那个血管，还有那个肌肉的震动。哇！这些好像游戏里的那些情节。对，有点像游戏，我感觉像那个《刺客信条》那种感觉，就是。对。有点像什么帝国征战那种的游戏，哇，浑身都是血。哇！我觉得。打得挺猛的。对。应该就是说什么王位争夺啊，然后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看这两个人应该是王位争夺。哇，热血沸腾！我会想去电影院看，就是亲自感受一下这个，就是那种战争的场景，那种战争。这个我感觉刚开始看，我感觉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？就是感觉什么。一脸懵逼的感觉，但我刚开始你没看，我刚开始看那个开头就感觉我靠，这是发生什么情况？又有血，又有剑，还有小孩哦。对。我靠！后来我看，我这应该是一个那种，可能他们古印度历史的某个。对对对，肯定是根据某段历史，然后拍的这个电影。把后面打了一串。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视频啊。对，我们会接下来会有更多的 reaction video。哟。